主料：面粉300克，牛肉250克。辅料：香油、盐、料酒、胡椒粉、面酱、酱油、葱、姜、酵母3克。准备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牛肉馅：姜切碎，葱切碎。牛肉馅中放入适量水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打上劲，放入姜、料酒、酱油、盐，继续搅打，最后放入葱、香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用35度适量左右的水将酵母溶解开，放入面粉和成面团，待面团体积增大一倍或面团内部出现蜂窝状时，面就包好了。将面团搓成长条，丢成小剂子，将小剂子搓圆，擀成中间后四周薄的圆片，放入牛肉馅，捏成包子，放入蒸汽醒时到20分钟，凉水下锅蒸20分钟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牛肉的肌肉纤维较粗糙，不易消化，故老人、幼儿及消化力弱的人不宜多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